愣住了。一本法藏菩萨，48愿，今曰阿弥陀如来自在甚烈，愿已成立，离已就远。 愿不突然，力不虚懈，力愿相符，毕竟不差了。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说，这是一根本的法藏菩萨48愿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。 修成了48愿，那么现在说阿弥陀如来自在甚力，这个自在甚力就是48愿，48愿是因，现在修成是果德了。 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加持一切苦难众生，所以愿已成立，叫愿力。愿要没有成就，哪来的这个能量？我们科学讲能量。你没有这个功夫，哪来的能量？你用什么加持？ 念几声佛号，念一部经，回向能加持得上吗？不行啊！为什么呢？经是阿弥陀佛的经，那佛号是佛的名号，与我根本就不相干。我念他的时候，怎么能加持别人？ 由此可知，必须要是弥陀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，就有力量了。这个意思说得明白一点，我们念佛人心是阿弥陀佛的心。 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，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？前面念过，一切皆成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。也就是说，要帮助一切众生呢，快快成佛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本来是佛，所以他能成得了佛。他本来不是佛，那就成不了。他本来是啊，这个忙真帮得上啊！不但有情众生本来是佛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情与无情，同源种植。”那我们知道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前面经文我们读过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这就是量子力学，小量子。 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里当中一粒，具足五蕴的现象，色受想行识。
他本来是佛，他也要成佛。啊，这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子。啊，所以这段事情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大圆满，啊，愿已成立，立已就愿，愿跟离，啊，底下讲立愿相符，毕竟不差。愿就是立，立就是愿。啊，愿不突然，立不虚实，融成一个一起，成为愿力不可思议啊。